海洋占地球70%以上的面积，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和无尽可能。在中国东南沿海一隅，福州马尾，有一家从海峡彼岸走来的国际性企业——百仙集团，开始在这片投资沃土上生根发芽。2005年，百仙集团以投资兴建百仙食品福建有限公司为起点，历经多年拼搏与发展，业态开始向冷链仓储等新领域拓展。2013年，斥巨资新建百仙海峡冷链物流中心，货架式冷库总库容量达30,000吨。为保障客户权益，冷库投保，保额1元。是福建自贸区福州片区第一个海关监管围网外公共冷链保税仓库。自此，百仙食品成为一家集食品均深加工、进出口贸易及冷链仓储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司。为了让幸福的美味走进千家万户，传播最美好的味觉记忆，百仙食品建立起符合国家食品加工安全标准的现代化厂房，引进国内外先进生产设备，形成7条生产作业线。每一条生产线上，我们精益求精，让处理食材每一道工艺成为艺术，绽放您的味蕾。现主要产品有精致水产系列、菲力鱼卷系列、家常鱼排系列、海鲜串烧系列、日式海鲜串系列、海味香肠系列、和风小食系列、特色点心系列、特色火锅料理系列等，共150余种。其中秋刀鱼和鱿鱼的进出口贸易量保持在全国同行业前茅。目前公司已通过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、供应链保证体系、产品清真等认证，产品主要销往俄罗斯、澳大利亚、欧盟、美国、巴西、马来西亚、加拿大、日本、韩国、越南、印尼等国家和地区。百仙海峡冷链物流中心为客户提供智能管理、货架管理、理货管理、远端管理、保税管理及其他服务。公司以产品流通物联网商机为导向，对冷库设备进行数字化和智能化升级改造，库温智能设置低于-20摄氏度，并配置有多部进口电瓶式穿梭车，实现搬运智能化、机械化作业，引入智能信息化管理软件和 RFID 无线射频技术及仓储自动配送、智能入储设备等先进装置，实现仓储管理智能化、货物出入库的时效控制、货品存放精确位置及数量统计，信息查询的自动化程度大大提升，可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客户指定的入出储等作业。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，百仙食品始终贯彻追求卓越品质，满足顾客要求，持续不断改进，超越顾客期望的食品安全方针。设立品管部及实验室，配备了相应的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和检测仪器设备，在每一个生产环节中为公司的产品质量保驾护航。一路走来，百仙食品斩获荣誉无数，先后获得市级文明单位、市五一劳动奖状、省诚信先进单位、省百家食品安全示范企业、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、福建食品工业40年突出贡献企业等荣誉称号。公司普乐商标先后荣获福建省著名商标和福州市知名商标，普乐墨鱼丸获得福州市政府产品质量奖，多个产品在历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
荣获金奖，赢得业界的广泛赞誉。展望未来，百仙人将始终秉承坚守诚信、求真务实、勇立潮头、敢于创新的企业精神，坚持诚信经营、责任目标、精益求精、质量至上的服务理念，致力于为世界的海产品搭建流通的桥梁，向国际级专业食品材料供应商的目标迈进，做有态度、有温度的健康绿色食品企业。百仙食品，新鲜生活每一天。